林女要传到那个了。Hello， 我们来到金门的联金湖联货大街，然后打卡有送这个，每天都有，1:50，每天都要打卡，每天都要。就是目前这样子，卖联货的哈，其实蛮像夜市的哈。我们从第一摊开始转看，转看，从这边开始吧。带大家走看看啊，然后这边这样，就是一般的之前跨年的那些厂商嘛，好像是夜市的感觉而已啦。不过我蛮期待，真的是有卖年货啦，到1月20几号哈啊，过年前。然后今天算第一天哦，第一摊就是玩气球了，然后状元糕、烤肉。然后这边卖可丽饼的，然后炒梨子的，烤鱿鱼，现在还没在烤。走，快速走一圈，快点，我不会肚子饿了。花生猪血糕，然后这一碗，还有排骨酥，排骨酥小份的要100块，哦，看起来不错，是吗？我要煎台湾的，哦，很臭呢，哦，台湾的口味哈，很臭呢哈，啊？哦，他原则上每天来都可以打卡，都可以那个，都可以获得50块的那个羊肉的，我不太喜欢。然后手工粉圆，这边有看过了。往哪边走？来这边，往这边走啊！先绕一圈啊！其实你看那龙龙园的那个都有啊。现在讲是讲年货大街，其实啊，哦，这个有店家的绿绿香脆那个，然后这个大肠包小肠，这应该是一组50几块，四滋味臭豆腐，那边好像没有呢。来，哎，然后我感觉那个臭豆腐那边感觉还不错呢。好，那个臭豆腐很臭哈，我想等一下买臭豆腐了。然后这边是那个猪肉的手工粉圆，然后郑妈妈章鱼烧，郑妈妈章鱼烧，好，其实就是跨年那些厂商。啊，哦，这个就是卖床垫的，几乎就跟跨年的时候差不多了，就是夜市的感觉，没有年货，没有卖年货，这叫年货吗？啊？我是感觉现在目前就是夜市的感觉而已啊。好，牙齿也尴尬呢，牙齿也尴尬哈。夜市的感觉，然后就卖一些东西而已啊，莲藕粉，什么？什么的？椒麻卤味。新人夜市哪边？椒麻卤味。看起来没有香气啊！告诉大家走过看看，还是现在刚开始而已，只有这些进驻额。一般我完全看不到卖年货的，蛮小的呢，蛮小的，到这样子而已啊。感觉要卖年货才叫年货大街哈，现在目前夜市的感觉啦。小朋友的最爱。啊？好 ，OK。嗯。好了，真的是感觉就是像雅琪亚的尴尬。感觉啊，对啊，这是夜市的感觉。没有卖年货，没有一个是真的年货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啊 ，OK， 拜拜。这件事感觉是真的年货。好，拜拜。